这个是我买的佛手瓜，这个佛手瓜我是之前没吃过，但是我看别人都是说拿它熬什么玩意儿？啊，熬什么蜜？熬什么蜜？咱尝尝啥味儿啊？有一股清香味儿，然后还有一股就是黄瓜蛋子味儿，不是，有点生的东西，生的植物的那种味儿。但是长得有点像苦瓜，下边看看里头啥样。它中间像有个大核似的。哎呀妈，中间就这一点儿，这是糊，看，这种的糊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干啥用的？